觉得，哎，你爱的声爱安尼哦，你怪怪的，我家是先大动会掉，你看摄影师笑个也不比错，来油你看，你卖有外蝴蝶袖啦，嗯，这个也太摇了，太。我爱冰冰秀，哇哈哈！欢乐颂，掌声鼓励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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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经纪人，经纪人，哦，哎，你这个经纪人呢，非常的敬业，哎。大家拢无半个观众，你有才调家己喝彩啊！哎呀呀，我一个人吼，动一千个人哦。所以经纪人就重要。对啊，對對對选对好的经纪人就上天堂。啊，你当选错就住套房。好呀，你哦。刚才我跟公主在旁边听你的歌啊。嘿。哦，这个歌唱得很好。嗯，谢谢谢谢。那你今天来这边的目的是来表演歌唱还是怎么样呢？无啦，我除了吼。有代志要问？有啊，一定有，最重要的啊！我的新作品吼，五年没有发片呐。哦。我嘛希望讲吼，唱片会当愈来愈顺利。稳妥啦，系稳妥。啊，是安怎咧？五年无发片，为什么？去用乖吗？无啦，中午吼有去拍戏啦。哦，拍戏。系啦，多方面涉猎学习嘛。啊，你嘛知影唱片即马拍出嘛？哦。嘿，啊，有找到新的头家黄三亮，甲我出片。啊。黄三亮人是有够好，哪咧咱规棚出来去互管啦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是要互相啊管。哎，这个吴小姐知道我们这个宫庙的一些规矩吧？安尼啦，我想讲会不会太为难啦？因为吴小姐是对摸骨这种物件哦，啊，较信啦。哇，以前是听讲新店有一个摸骨的，讲真厉害安尼。啊，不过即马本宫的摸骨嘛真厉害，我咧正摸的哦，正摸。经纪人，我要试看卖啊，因为我就想要知影讲吼，我的事业啊，搁有我的感情。够啦，因为伊的人看来嘛算正派的种的啦。这位吴小姐啊，你免担心啦。好。这个我呢，又是蒙古的，不是讲我在替你解决，是这个神尊啊，用蒙古的过程了解你的一切代志，安知无？所以嘛，就爱先杠杠，不是你人咧帮啦，是神咧帮啦。哦，神咧帮，啊，这重要，这重要，这重要。拢知影的，哦。哦。哦。不算神。敲这个位哦，哎，我跟你哥要练叫嘞，惊死人，够忝的嘿。这嘛是隐形名，这隐形名。哦，脚胖夹无我，脚袂看到内裤。哎呦，啊脚够水哦。哦。要开始来哦。摸骨摸脚骨。你卖爱滴爱这种声啦，我是听得完。十指紧扣，容妹妹。哎呦，我就说哟。那差不多的公主啊，你安尼敢对？无啦，我先问，这位施主，安尼是爽还是疼？哎，真舒服。真舒服啦，安尼就无要紧，安尼无要紧。哎呦喂！暗时啊，搞热哦。哎，对，膀胱无遐好。膀胱无遐好。对。哎呀，真的会暗嘞。你讲你今麦是要问啥？你要问温度啦，啊温度哟，这张照片这个情话到底会卖啊未卖啦？拍摄，我当作你是要问身体哦。来，请客，啊，请客，来。啊，今麦人要蒙古啦，问温度是变哪？不算，蒙手骨啦，哎。我感觉恁这个奈哦，无啥正常。我感觉怪怪的。你嘛开始变冷啊，较无咧运动吼。哈，系啦。再来摇你看下。你卖有外蝴蝶袖啦。嗯，这个摇太摇了，太摇了。
即摆要问感情哦。哪叫你这个身体这个？哪叫唔爱讲个清，讲个明？诶，很多的这个反应哦。好。你的春天应该伫个明年的左右。哦。明年过中秋。明年过中秋。中秋讲爱去头晚餐才会嫁好翁啦。哦。查甫讲爱跳菜糕才会娶好某。哦。有啥物啊？生咧有缘投无？对方的型，啥物型啊？阿多啊！阿多啊！哎呦，可怜哦！哎呀，这一粒啊，囝娘嫁阿多啊，敢会下？我你偌细汉，外国婶啊，歹咧，我人足好，足下手的，你放心，你嘛同款。外国婶啊，这个专辑，两字对不对？哈，新歌两字。落车。这个准，甲你做唱片的人，叫做方张亮。方张亮，对，有准。哦，唱片公司叫做，我个问过嘛，我想讲嘛。伊袂记得，都叫你讲的。咱拢卖甲讲，伊袂记得，都叫有讲过啊。呼呼哈。我甲你讲，唱片公司的名无重要，最重要是这个，甲你做唱片这个老师啊，方张亮，这个人甲你背字也合。哦。所以你这落车这个唱片。一定会大卖。先生，方三娘的台语是要怎讲啊？方三娘。方三娘。真啦，好啦。其实吼，这个信主吼是袂歹啦。啊，信主你头一摆来阮的宫吼。是。安尼吼，你著讲你的落车讲偌好听吼，阮听你唱看卖。啊，你若是有大卖哦，有迄度。你都爱过来写信呢？啊，一定啊，一定啊，这吼，真是咱都爱，嘿，咱都爱添油香啊，安尼吼，啊，添油香最重要。阮这个倒头嘛，头摆共蒙骨啊嘞，我才知影讲原来伊也会脚底按摩，哎，聊得足好诶，因暗则拜托啊嘞。